你也是个 rapper， 你也是个 rapper。我今天我就跟月月一起试一下，我们俩录了这么多期，从来没一起考验过默契，没一起搭档过，就是一起吃了个饭，然后组了个队名叫八月组合，对不对？八月集团，来吧吧，考验默契，我俩。哎，明月夜，今天好甜，高夜，哦耶耶。24桥明月夜，我们的组合叫明月夜组合。哦，还是你浪漫，好有诗意啊。爬山还是游泳？爬山。最爱发朋友圈的人是谁？沈月。最爱送别人礼物的人是徐明。朋友最多的人徐明浩。杨迪啊。杨迪。谁是朋友最多的人？杨迪。谁是泪点最低的人？高叶。谁是泪点最低的人？高叶。